白来丽那边情况怎么样？说起白来丽，倒是有些烦躁。怎么烦躁？他最近很奇怪，夜总会，还有赌场，他什么事情都不管。我跟他说什么，他只是敷衍了事，完全不像以前的他。白来丽是个闲不住的人，突然一闲下来，反倒更可怕了。 所以你更得盯紧他，季少，你那边怎么样？有什么发现没有？没什么发现，医院所有的地方我都查过了，只有顶楼的两层还没有去过。不过有机会我会上去看看。你千万小心。放心吧，有什么消息我会马上通知你的。 爹，一大清早叫我，到底什么事啊？坐，爹有话跟你说。小爹，自从唐彪走了以后，爹除了你，身边就根本没有可以相信的人，你明白吗？所以爹以后有什么事，只可以跟你商量，而你。 不可以总是耍小孩子脾气。毕竟爹的年纪已经大了，以后白家上上下下就指望你了。爹，您到底要说什么呀？杀死唐彪的和把你打伤的那个人，我已经找到了。是不是那个大和道场的木村？你怎么会知道？谁告诉你的？哦，没有。 我随便猜的，那个木村武功那么高，而且又打败了马永贞，我想，可能会是他吧。没错，就是那个大和道场的木村。可是，我从来没有招惹过他呀，而且我们白家和大和道场从来都是井水不犯河水，他为什么要对我下此毒手？这件事情，我稍后再跟你解释。我现在想告诉你的是。 我会全力支持大和道场收买木村。你说什么？那个木村他杀了唐彪，而且又差点要了我的性命。您不但不找他报仇，而且还要帮助他收买他。小蝶，你是我的女儿，唐彪也跟了我那么多年，你们俩都是我最亲的人。这个仇，无论如何我都会报，但是不是这个时候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木村这个人。 现在对我来说还有用处，我要利用他解决所有我想解决的人，然后再要他的命，而且我会让他死得很惨。
你可认得他？不认识。他是我白来历的女人，也是害你丢一只手的人，叫佳美。啊？佳美，你认得他吗？他就是你说的那个当初非礼你的人，叫尤贵。不是，这过去那么长时间了，就算了吧。 那怎么可以呢？你明明是被冤枉的，今天我还你一个公道。人就在这里，你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任你处置。不，别。他不是说过你非礼他吗？我今天想好好看一看，你是怎么非礼他的。你别。怎么，玩女人，还要我教你吗？
大帅的人，各个荷枪实弹，看来绝不是一般的药物。会不会是军火？应该不会。如果是军火的话，段天风大可藏在自己的军火库里面，没有必要这么鬼鬼祟祟的藏到医院里来。那究竟是什么？我本来也想查个究竟，可是上面戒备森严，根本没有机会。那这样吧，我去看看。 我身手比你好，我应该能混进去。不，这么做太冒险。我在医院工作，如果被抓到的话，还可以解释。那行。
你千万要小心。文静，开饭了。文静，还磨蹭什么呢？来呀、啊，来、啊、来、啊，快来！来了来了，世光哥，好不好看？好看，快尝尝，这是我亲手做的阳春面啊。嗯，真香。哎呦，烫手了吧？哎，都怪我，都怪我，没告诉你碗烫。哎呦，烫红了，这是。你这么看我干嘛？世光哥，自从我爹走了以后，都是你在照顾我，花钱帮我治病，送我去北平读最好的大学。要不是你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傻丫头，我不照顾你，谁照顾你啊？怎么，是不是嫌我烦了，想换个人照顾你啊？不是的。我只要你一个人照顾我，一直都照顾我。看来我责任重大啊！哎，快吃，别再烫着了。嗯。哎，这个菜也好吃，来，吃。嗯，好。前两天啊，我去看永贞，他跟我说起小宝的事。小宝怎么了？永贞的意思呢，
是想送小宝去北平上学。那这是好事啊。是啊，葛大叔不在了，永真是希望把小宝培养成才，这样呢也是给葛大叔一个交代。小宝那么聪明，只要肯用功，一定会有出息的。所以我就想啊，反正你过两天也要去北平，不如就让小宝跟你一块儿去，这样一来呢，你在那边也有个人照应。怎么了？我这次去北平，可能要很长一段时间。我不想离开，不想离开这里，不想离开你们。你这是怎么了？又不是不回来了。再说了，如果有时间，我也可以去北平看你。不来是小狗。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？来，世光哥，今天晚上你有没有时间啊？哎呀，现在还说不好。怎么了？有事吗？今天我过生日。对呀，哎呦，瞧我这脑子，怎么把这么大的事给忘了？有时间，一定有时间。今天我天大的事儿也得给你过这个生日。怎么样？地方想好了吗？在哪儿庆祝？定好了，在七重天，小丁帮我定的。好好好，等我把那个巡捕房那边的事忙完了，我就到剧场找你，咱们一块儿过去。好啊。来，哥，吃点菜。来。哎呀，你说我这脑子。好，怎么样？快好了。哎，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？放心，没问题。排练的怎么样了？哎，文静，你来了。今天晚上的演出可是咱们的首演，至关重要的。你放心吧，你看大家都那么卖力，我想今天晚上的演出一定会很成功的。正好演出完以后，我请大家一起吃饭，好好庆祝一下。哎呀，别总是你请的，今天晚上让我来，今天必须我请。因为啊，我过生日。你过生日啊？那你也不早一点说，我连个礼物都没有准备。不用礼物，你能去就好了。已经在七重天订好了位，到时候马大哥和段小姐也会来的。哎，世光会不会去啊？他说他会来剧场接我，到时候我们一起过去。哎，文静啊。你说你跟世光一起那么久了，是不是该有个说法了？说法？什么说法呀？错过了，后悔了，可怎么办？其实，我今天早上跟他说过，但不知道他听不听得出来。世光又不是傻子，你说了他怎么会不明白呢？那这样，如果你担心他不明白的话，就借今天晚上吃饭这个机会，跟他说清楚。小龙宝啊。来替包子。哎，好嘞。你不是说在上海待的没什么意思吗？所以我带你来看出好戏。白老板，我对看戏实在是没什么兴趣。还没看呢，你怎么知道呢？你会有兴趣的。出场了。
哟，蒋副总巡，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？我来挑拣东西。挑东西好啊，我最近上了点新货，来您随便挑挑，东西可不少啊。蒋副总巡，您来看戒指是不是有喜事啊？这些全都是新货，这个还有这个全都是刚到的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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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好，好，不错，不错，不错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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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样？我说过你一定会喜欢吧？嗯，非常的好。喜欢可以，但是不能打他的主意。为什么？这个女人有很硬的后台，我怕你惹不起。只要我喜欢的，我就一定要得到。恭喜恭喜！真是没想到今天晚上的演出这么成功。那是当然了，大家排练那么久，而且今天演的都很卖力，所以效果一定会很好的。哎，要我说，还是你的功劳最大。你瞧你，每次一出场，台下的掌声多热烈呀！哎呀，你就别捧我了。那戏是大家一起演的，光我一个人站在台上有什么用啊？哎哎，文静啊，哎，快点快点，大家都等你了。来了来了，快点，文静。那我先跟他们过去了，你卸完妆过来找我们。好好好。哎，你不等世光了？我那帮报馆的同事已经在七重天等我了，我先过去招呼一下他们。世光哥一会儿来了，大家都等你了，你就让他直接过去找我啊。走，好，我走了，去吧去吧。哎，走吧走吧，还等他还没出来啊？是啊，哎呀，不知道，快走，我们走吧，先走先走，哎，走走走。哎，哎，都不等我。
迟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你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，刘小姐？手下败将，还敢来我们大河道场闹事？我看你是不想活了！
大帅给你撑腰，但是你也不能如此的嚣张啊！大和道场，那毕竟是日本人的地方。整个上海，一直都是我们中国人的地方。